但是把球送到对方两个队员的中路啊，其实也应该考虑到啊，这个双方都是派出了全新的组合，这种中路的这种突击或者是说吊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。刚才这杀球的速度是268公里的时速。桥本，平田呢在刚才的这个反拍的处理方面呢，有一点犹豫。来勾对角的这个质量很差，因为是被动的情况下的一个勾对角。汤姆斯杯的比赛原来呢都是9场5胜制，那决赛阶段要打2天。这规则在80年代呢进行了修改，现在是在1天呢来结束战斗。而且呢是跟尤伯杯呢是同时举行，每2年1次。明天呢将是这个今年的尤伯杯的决赛，中国队和韩国队。哇，这个接发球质量很高。那远藤大由简直是浪费了机会啊，本身他的这个队友平田刚才的接发质量已经非常好了，但是他在后场的这个几次的有机会没有，首先没有下压啊，就是被他给浪费了这个机会。后场好球，快速的平推，日本队追回1分，5比6。印尼队表示呢，因为在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呢，日本队击败了马来西亚队，所以他们对于对手呢绝对不敢轻敌。诺马接发球失误，6比6。发接发的环节，现在两队呢都是各有失误。可惜这个球推底线出界，7比8。在第二局前半程还是没有能够把比分差距拉开。印尼队的率先进攻节奏一次比一次更快。大由刚才这一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尤其他在后场显得是比较的这个犹豫啊。